惊喜盒子到了，请一起打开。贼逗啊，老快板。嗨，我是沈小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老婆应采儿。没什么感情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也不知道从哪说起。爱你的老公哦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东哥太太。陈丽莎要跟大家一起去旅行，很高兴也很担心，担心我不在她身边，她作。各位妻子们，你们好啊，我是娜娜的老公张杰。We will be watching you。那只是看着你，没有说爱。看着你，用什么看？用爱看。用爱看。哇，爱我。爱我。